在基隆市议会副议长杨秀玉带领，以及市政府秘书长方定安和产发及都发处处长等人陪同下，议员们再度考察位在七堵区江子寮山上的吉村农舍。起造人代表说明，已经针对江子寮山附近动物、植物等生态和考古都做过研究，也送给市政府都发处备查。在这十年之间，我们在这个学人社区管理的之下，我们把这个江子寮，就是七堵这个地区所有的动物、植物、考古全部都做了调查，并且我们有这个调查的这个报告，而且也做了七堵风景区，也做了各种的规划，也都送过都发处，送去备查，跟台大城乡署。所以说我们这个当地的农民也很辛苦，为什么？他只要种了番薯、种了山竹、种了一切的这个东西，通通都被山猪吃光了，通通被山猪吃光了，所以也很辛苦。那我们请这个吕教授，吕文斌吕教授，他来做规划。我们将来会在这个配地上面，我们会做一些努力，不能破坏环保，不能破坏原始的生态。但在这个之下呢，我们希望将来跟基隆市政府，我们来到这边就变成基隆的居民，就是基隆市府的居民，我们会跟大家共同的来发展这块土地。不过还是有市议员质疑，未来卖房转手之后，这些耕种研究保育的工作是否还能够持续进行呢？量变变成质变，或质变变成量变的话，就变成说你是盖这个房子来卖给其他的住户，而不是已经违背了当初的初衷。我们也很高兴你们有很多的研究计划在这个地方来，我觉得这是很棒的。可是如果未来不是所有具有这样的精神、具有这样爱护这片土地的人居住在这边，那就违背了当初你们的初衷。我们很害怕是这样，因为他们没有专业，没有这个爱护土地，或者甚至没有这个专业，所以未来他可能就不断的在污染这片土地，甚至呢未来就是一手卖过一手，一手卖过一手。这个当然业者的话，你们按规定申请是按照你们申请，我们只是说议员只是在乎的是说为什么当初林市长没有好好的把关，因为从103年、105年以后的都是林市长任内的时候核准的，而且你们的有没有生态，有没有提出保育计划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。我也知道5年就没有办法管制你们，你们可以任意的卖，法条上没有办法限制你们。市议员也将回到议会进行讨论后再做决议。另外，市议会也考察位在中正区调和街的调和街转运站目前营运情况。虽然大小车位已经完备，但是现场空位占绝大多数。市政府交通处指出，未来将规划在这里设置大客车电动公共充电桩，配合行政院2030年市区公车全面电动化政策。行政在推所谓的一个电动大巴一个充电桩，那假设我们利用这个场域，来设电动大巴，但我们国道客运以及我们公车处一部分能在这边使用的话，就是活化它整个效益。交通处也将研拟周边居民优惠停车方案，以及鼓励更多国道客运和市区公车路线进入调和街转运站设站，或是作为起讫站，加强转运及接驳功能。记者吴俊松，基隆报道。